谢谢。第一次来台湾，然后还是比较兴奋。虽然这两天我因为自己公司的事情就是比较忙，然后我没有非常多充裕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东西，所以现在人可能会有点累。不过没有关系，我就先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叫我 Thomas 就好了。然后的话，我自己是上海人。从小是在陆家嘴这块地方长大的。那么在20多年前的时候，陆家嘴是一个一分钱不值的地方，然后现在变成了中国大陆地区最贵的地方。然后我从小听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我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吧？然后觉得要前来解救大家。结果台湾的3G卡不限流量，你们这边叫吃到饱，然后能直接上 Twitter 和 Facebook。然后这你们竟然只是一个人命，或者说那个强拆了别人一栋，可以准备要去拆政府，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觉得这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处于每天发生的一个事件，但是在你们这边就可以非常大的一个游行的一个状态。这边心底里面的一个心声是来解救你的解放大陆。OK， 开玩笑，然后我们是说代表国家，代表国家来感谢你。是从6岁开始玩 DOS 啊，下的打字游戏，下的打字游戏。那么当时在那个年代，大家有一个一致的观点，认为说打字速度电脑一定很厉害，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观念还有没有。我觉得当时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的确是打字快的人基本上差不多蛮厉害。然后我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 Linux， 那么2008年Slug 这样一个社区，台湾好 Lug， 台可能我反正至少我自己就知道有 K Lug， 就高雄那边的 Lug， 还有台南、台北应该都会有。那么我2009年，这是我们的 logo， 然后我们有贴纸，我们带了贴纸，到时候可以来找我要，我可能带，现在带的不是很多，我还有其他的管理员。然后我们是成立，是中国，应该是中国地区最早的 Linux User Group， 或者说是开源社区。那么我们在邮件列表上面有3000多位成员，那么我们一个月有5次线下技术活动，这也要感谢宇仓，把 Hacking Thursday Night 这样一个活动形式从台湾带到了我们上海。现在组织的都还不错。那么那主要是先说一些国内开源社区的一些现状和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台湾这边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我想就是把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作为信息的交流形式告诉大家，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共鸣，或者说有做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首先就是贡献少，这个是出了名的。全世界的 open source community 对中国大陆地区的不满的程度是很高的，就是大多数的情况是说你们大陆就是用 open source 的人很多，无论也好，组织也好，还是企业也好，都在用，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你们有做实际的贡献，就是贡献给回社区。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工作与生存问题。这两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就至少在1、2线的城市，大多数的程序员的工作压力很大，那么他们在业余时间很少会有时间去说我有空来做一些 open source， 就他们还不如去接一些外包，然后来多挣养家，或者说有购房购车这样的现实的生活压力，还有结婚这种。那么这是工作和生存压力，这会直接导致说有能力去为open source project 去做 contribution 的人，他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其次我才认为是文化，所以还那么这就又引导到一个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领域，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人在做 open source 方面的education 方面的事情的话，欢迎会后跟我来交流，因为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想法，然后我自己个人目前至少在大陆地区资源比较多，可以讨论一些合作方面的东西。那么做的人已经有能力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他去参与到 open source
那个项目的可能性比较少的情况下面，大多数人会把那个目光和希望转放到说大学生或者说一些中学生身上，但是其实我们国内目前的教育体制是非常糟糕的，很多前沿的 open source 在大学是完全连教授都是没有听说过的，更不要说去教他们。那么，所以这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首先就是有两块，一块是学生他自己不知道说我怎么去进行自学，就是我不知道我的 roadmap 在哪里。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刚考进了大学，我到了大一之后，我突然发现说，社会上面做 web 工程师这件事情很酷，或者说做现在再热一些说做可穿戴设备，做 3D 打印机，做一些 open source hardware 方面的事情很酷，但是我不知道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我根本没有这个经历，也没有这个人，没有 mentor， 没有老师来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教育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找到路去自学。另外一块呢，就是培训机构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外面在做的私立的培训机构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在于说，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怎么样，至少大陆的情况是比较急功近利的，就是比较功利的。我去为了学 Java 也好，或者说我去为了学 RHCE 这样的考证也好，就是 Linux 的认证也好，我的目的是为了拿了这个证书，因为他有证书，拿了这个证书去找工作。那么他本身个人参加培训班的个人，他对这个技术本身的实现，或者说他对这个技术本身的热爱是不够的，所以这样的人更不可能去参与到开源项目的贡献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育问题，这也是我自己目前致力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有项目的人我拿出来了之后，没有人愿意来参与贡献，然后希望去学习，希望去参与到一些前沿的技术的项目里面的人，他没有这个渠道去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面去，那么这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在我们圈内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已经形成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圈，最严重的就是一个伸手党。应该台湾有这个讲法，我听说过，伸手党就是他只是问你要东西，然后会认为说他是你的上帝，因为顾客是上帝嘛，但其实他不是。比如说你在用 KDE 或者说用 GNOME 或者用别的一些 open source software free software 都可以，那么他认为说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苹果有你没有， Windows 有你没有，你这个特性要尽快给我加上去，他是以一种老板的口气在命令你做这个事情。当然作为开源的开发者，他就会很不理解这个事情，我又没有拿你钱，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这个要求我，是吧？我的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是伸手党的问题。还有就是版权意识。我觉得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台湾这边情况怎么样，反正就是在大陆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这边使用任何一款商业软件的成本几乎都是零，这个是非常可悲的，就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你们可能听说过国内大陆最大的软件公司叫金山，这是比较大的一家软件公司。那么他们写了很多很牛逼的软件，也有一些游戏。然后他们这家公司上市的这个，就是他们公司是靠什么上市？他们公司是靠游戏上市。他们的软件，比如说 WPS，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多少用过 WPS for Linux， 举一下手。WPS for Linux， 哦，果然你们没有听说过。它不是一个开源的东西，它是一个商业软件，但是它在 Linux 下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port， 就是一个移植。然后这件事情是我朋友在负责，他是 WPS 的Linux 版的总的架构师。然后那就是他们这样的软件也没有办法卖给个人，他们只能卖向企业、银行、电信，还有一些政府，这些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靠这个东西来上市，因为中国的版权意识导致他们这些软件公司很难存活。那么大多数比较前沿的互联网公司IT 公司都是互联网企业，或者说是一些网游类的这种运营商、代理商之类的。那么运营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在
open source 圈比较容易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运维好一个开源社区。因为如果我在大学里面是宇仓的朋友，我跟他都很喜欢 Linux 这样一个东西，或者说我很喜欢别的开源软件，我们说我们为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很喜欢 Mozilla 或者很喜欢KDE， 我们为这个东西来建一个 user group， 对，然后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说好，我们一块来建这样一个社群。等到三四年后、四五年后了不起了，你开始要工作，要开始成家立业，你事情开始忙了，忙起来了之后，你怎么去维持好这样一个社区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在运营社区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奇葩的事件，就是你会碰到伸手党啊，还有中二党啊，各个方面的党都会碰到。这个我不会在这里过多的讨论。我希望就是大家在 Q&A 的时候可以踊跃一些，就可以讲你们在社区里面遇到的情况，然后我来跟你们讲我们当时碰到的情况和策略，可能有相似的，可能有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会有一些恶性问题，举几个例子。我们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邮件列表里面，我们碰到过说有人说你们在邮件里面邮件列表里面发邮件，很吵。我当时问他为什么吵，他说你们邮件是一封封发过来，我说邮件当然是一封封发过来，然后当然他不理解，然后他使用的是那个 digest 模式，就是那个他后来用了 digest 模式，就是那个叫什么订阅模式，就一天一封，或者说一个礼拜一封那个样子。如果你们用过 Google Group 的话，mailing list 就是这么用。那么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应该使用 Gmail 或者说使用 Google Mail 这样的，或者使用客户端，你来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邮件，通过 filter 加 label 的模式。那他还是不理解，他说我用的是 QQ 邮箱， QQ 邮箱就是他来一封邮件右下角会弹出来。然后我说首先你用的是 Windows， 然后你还用的是这种腾讯的这种东西。他说你不那个，然后那个人就是始终在这个始终在我们这个社区坚持不懈地跟我们做斗争，斗争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然后，最终他意识到说这不对他反感的时候，他放弃了，会有很多恶性问题，还有一个我忘记讲，一个是我们有名的输入法叫 FCITX， 是比较早期的一个中文输入法。它好像有注音输入法，但是早期我们在 Linux 上面使用拼音或者五笔的时候是用它的。那个 FCITX 的作者在2008-2009年的时候写了封信，说我这个项目我准备停止维护了，因为他碰到了大量非常恶性的伸手党，就是跟他说你这个事情做的真垃圾，然后这个代码写的真不好，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是高级伸手党，就是比有看代码能力的伸手党。那么这样的话讲出去，对一个开源软件的作者来说，或者说自由软件的作者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辛辛苦苦在业余时间为你们贡献了一个那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们反过头来还在骂我。而且 Yuki 这个人，就是他那个作者本身，他并不是学 CS 出身的，他业余时间好像是反正不是做 IT 相关的东西，连 IT 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作，反正就是业余时间凭着自己的兴趣写了这么一个很多人在用的东西，然后导致他决定停止维护。停止维护之后，社区里面当然有很多一些比较有想法的或者说比较有能力的人在骂这样一个现象。那骂归骂，这个项目停止了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个样子。后来有人就是继续去接手去维护这样一个项目，这是我认为在国内发生的几件比较恶性的开源之一。还有一件是，我们的 Python 社区，中国最活跃的两个邮件，我们 Slack， 还有一个是 Python User， China CPY 邮集叫 China Python User Group， 就整个中国的 Python User Group， 他们的那个视频 volume 量，就是他们社区出现过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很激情的一块去翻译了那个当时的Python 的哪本书，也不知道是哪份社区上的文档，然后有拿了就是大家翻译出来的成果去跟出版社联系，把这个东西署上自己的名字去出版。然后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版权的保护各方面原因，导致这个人没有办法受到惩罚，最多只能象征性的说我在community 里面把你列入黑名单，就是从此没有人会来踩你这个人。
但是他如果换一个 ID， 也没有人知道，而且大多数人是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两件我亲眼见到的比较恶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一些问题来说，我看到的更多的问题是在于黑客精神的流失。我觉得台湾这边情况还稍微好一些，至少我看到大多数人还在用邮件列表，还在用 IRC。 我们大陆现在知道这两样东西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然后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一些有效的平台去接触到一些很优秀的前辈，也没有办法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得到很好的一些指导和关照。当然我们也会有好的一面，就是说首先我们用户基数很大，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对吧？我们中国的人实在太多，我们使用开源和自由软件的人一直在不断的持续上涨，并且通过这两年的就我们圈子里面一群人努力，现在学校还有企业对这个事情的接受度已经大大提高了。然后就是以淘宝和豆瓣为代表的两家互联网企业，就淘宝当然是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两家互联网企业，他们的团队的黑客精神非常强，然后开始做一些有巨大贡献价值的事情。阿里巴巴的就淘宝的那套系统，它的那个对于负载还有各方面的并行的能力已经完全超出eBay了。然后他们在淘宝内部有一个开源的部门，然后直接向 Nginx 和 Linux Kernel 去提交 patch， 然后他们自己还像淘宝还有豆瓣，他们都开发了自己的 FS， 也开file system 也开源出来，还有一些数据库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在中国还是太少了。当然会有一些的创业团队，比如说我自己的团队也在做一些开源的东西，然后丢给社区，然后让社区来用，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但是 anyway 它在增长。就像我前面说的，技术性创业团队现在正在理解开源。大多数创业团队他首先会想到的是，我是不是应该用 Linux 做服务器，因为就哪怕是不懂技术的创始人 CEO 也好，他们都听说过 Linux 这样一个东西，他们通过行业里面的一些聚会大会还有一些各方面的信息来源，他们可以知道说我服务器使用 Linux 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使用 Windows 去搭一个我不知道他会搭成什么样子。我还真的搭过，这个有时间可以跟你们讲。那么在做 Web 开发方面，更多的人开始使用 Ruby on Rails， 使用 Python， 使用 Django 这样的框架。PHP 和 Java 的人比我们 Ruby 圈子还有 Python 的圈子好像要更多一些，这是好事情。那么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高校的教授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我们上海最好的两所大学，复旦和交大，都找到我去合作，去建立在学校里面面向学生的一些 lab， 无论是软件方面的，还是网络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的一些实验室。那么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能够通过建立 lab 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社会上面好的项目，还有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社会上面优秀的工程师、开发人员、创业者也好，或者投资人也好，跟他们去讲一些我们大陆的话讲叫接地气的一些资源。一方面是资源，一方面是信息。信息很重要，就是这个行业到底在发生什么。你现在学大数据、学人工智能，听起来很 fancy， 但是你以后到底是为那个企业的哪一块 support， 为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那么这些事情是我认为学生他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们大会。那个宇仓跟我说，希望我能够讲一下，就是如果 Costco 去找赞助的话，有哪些企业是不能找？因为听起来名头很大，因为在我们技术圈子里面，这些企业的口碑非常糟糕。以百度为首，百度。我反正百度反正是非常糟糕，我就因为在录我不让它停掉，就不讲了，就不夸张。有幸听我思想。没有，这个可以 QA 的时候讲 ，QA 的时候可以讲。然后360跟百度是这个争奇夺艳，都是一个两个。腾讯是属于比较特立独
行的，就是我就管我自己抄，我管你死活，不管你。那么这三家是。所以那大那些基本的一些情况，我还是回归到我说的那个主题，就是社区的运营。我认为几个要素，我在一家比较大的一家比较知名的一家公司叫盛大，是做游戏的，讲过，这就是花了一个小时专门讲过一下这个主题。怎么运营好一个社区，我认为首先它需要一个责任心。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我跟宇仓只是关系好，然后两个人都是头脑发热的小伙伴，说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做起来，我要在这个地方称霸，我要做全台湾最好的开源社区。那么你过了一两个月发现没有人来参与的时候，你就会不坚持下去。这件事情宇仓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我们以前刚开始做 Hacking Thursday Night 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好几次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他说好的那个要聚会的地方，就坐了一晚上，结果发现没有人去，才孤零零的回去。从这样一个阶段再发展到我们现在每周聚会可以有20人的规模到30人的规模，这是每周的活动的人数的规模，到就是基本上我们指定哪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就基本上四分之一或者一半，如果小一点的话就全部就被我们给包掉了。这样一个状态是不容易的，我们做了反正几年做下来，现在氛围越来越好，有一些人他来了之后就可以做到说，他来了之后现有斯拉格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之后，他就不愿意走，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来，他只要有空的话。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好的一个雪球，他可以滚起来。那么作为管理层，作为社区的管理层和运营层的人来说，他也会比较轻松，因为有更多的新人进来了之后，他会帮你去做一些组织。当我比如说我来台湾，我要来两个礼拜没有空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会有其他的人帮我来负责这个事情。而且因为它形成了一个传统和文化，所以大家甚至都不需要去看说我的 mailing list 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通知，只要每周跑到那个地方肯定是有人的，这是一个责任心。然后就是时间，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因为我是从高中开始负责管理上海 Linux Tech Group，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大学就是比较轻松，然后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可以时间在那个社区的运营上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锻炼，包括对人的管制，包括对活动的策划和筹办。因为开源社区它不像是公司或者说集团，你不是它的老板，你只是一个管理人员而已，他们没有拿你钱，你对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制约力。而且我的年龄比社区里面大多数人都要小，所以当我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我要说服他们说为什么这个决策是对的。那么当我碰到有一些这个台湾叫来乱者，我要把他给赶出去，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赶，我是把他禁言还是把他给 ban 掉，这个我都要去向我之前一代的管理者去进行解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可以去做很多比较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之后会有一些人过来说啊，你这个社区运营的很好的委员过来帮忙，那么这些人就是比你更有时间，因为现在我自己也要创业。然后这就是我认为说比较重要的一个管理能力。然后就是有一个好的协作团队，当我还是那句话，就当我人不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来帮我去进行 support， 哪怕这个人他的身份不是我们社区的管理人员，他的身份只是邮件列表里面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参与的用户而已，那么当他发现有一些不合适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会不会主动帮我去做一些提醒，或者说做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反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交流，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很重要。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邮件列表的氛围》，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待会儿 Q&A 的时候再讲。因为这个概念比较笼统，很难用那个几个这个怎么讲，就是理论。所以会有一些参考资料，如果你们有对这个 slide 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去搜，在我们的优酷上面，我上传，我没有上传到 YouTube， 我们 slide 的是，
是去年15周年，然后我自己拍自己去拍了，然后剪辑做的一个纪录片，还有就是我在盛大做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演讲的一个演讲稿，写的比较长，在 InfoQ 的那个网站上面可以找到，他们对我们也做了一个采访，所以欢迎联系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可以加我 Facebook， 可以加我 Google Talk， 我推特用的比较多。讲技术讲的比较多，微博上面基本上讲废话，不过你们应该不用微博。好，谢谢。